绿豆饼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绿豆饼老好吃，老好吃了，我都吃没一盒了。它叫脸皮儿特别薄，你看没，嘎嘎薄，一拿都容易就是破这个皮儿。嗯，嘎嘎薄。这个绿豆饼里边是纯绿豆做的，特别特别好吃。这个好像平常吃的绿豆饼不一样，它这皮儿你看特别薄，而且外边这皮儿特别特别软，一吃就有一股奶香的味儿。这个绿豆饼正适合夏天吃，你们收到之后放冰箱里凉一凉，特别好吃，而且它不是特别甜的，一点都不腻。嗯，这是给你们发三盒，一盒里边这么多，巨好吃。它这皮儿特别薄，嗯，超爱吃这个，嗯。你们收到之后打开，就一股绿豆味儿。这太好吃了，嗯，看皮儿多薄，巨好吃。